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乐务教研集。善行，平时我们总是会生气、嫉妒或有骄傲的心，因为我们还是凡夫，而凡夫难免会如此。但是如果我们让自己养成这种习惯，那就不对了。因此现在我们要提起精神来，更加努力，给予善行更多机会，让善行得胜，不要给恶行任何的机会，要打败恶行。人生难得，我们要多修持转心四思维。思维人生难得，想想自己作为一个人，对其他友情是有益还是有害。希望各位每天至少念诵人生难得的句子5次，同时好好思维。做好事，我们老实说大话，说要成就金刚持的果位，但如果是连个好人都做不到，岂不是空口说白话？至少能从修持善法、做好事开始吧。Thank you.
具备善心。做一个好人，在世间上是个基础。一个孩子有了正直、诚实等善良的观念后，再进一步学习文化知识，会让人生更有目标，可以用知识来服务更多人。如果没有良善观念的基础，有可能学习到很多知识反而会误用。善心不只是世间法的一切基础，以佛教的修持来说也是如此。所谓修心的基础，就是具备善心。空性，空性就是佛性、光明和无声的基本。一切事相在同一时间亦空亦有的深奥义理，是一般的心未能了达的真理。轮回和涅槃的本性都是空性，所以都不能肯定为存在或不存在。空性超越了一切概念，只有佛的智慧才可以涵化的。戒律师，我们应当成为自己的戒律师，我们应该要持守自己的戒律，去做一切该做的事，舍弃一切该放弃的事。成功或失败完全取决在自己。
锻炼。真正的修行是掌控自己的情绪。这种方式和日常的锻炼一样。修心，真正发起心来，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，给予一切众生安乐，并且不伤害众生、欺侮众生或嫉妒众生，这才是真正的修心。信任上师是指引我们今生来生喜悦之道的人，如果缺乏对上师的信任，不按照上师说的方法去做，也就无法在今生来生得到安乐，这是特别要注意的。烦恼
我们心中想要离苦得乐，但实际却在造作许多痛苦的因，升起各种贪嗔的烦恼，并且越来越强烈。我们对自己说，昨天也是充满烦恼力过一天，真是不怎么样。而今天也是一样，不停地抱怨，心中想着佛法，实际却放不下烦恼的事。这样下去会成为一个好的修行者吗？决心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的修行人，但仅仅是口中说说是没有作用的。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誓言，无论遇到痛苦的、快乐的，甚至遇到死亡、活着各种善恶情况，都要能够全力以赴，专心一致地达到目标。身为一个修行人，这种决心是不可或缺的。总之，要点在于自心，要能够有决心。是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，基于众生平等、慈悲相待之理念，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，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，使其免遭扑杀。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，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。然而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。于是，另安置近300只狗儿，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，令其获得安养。于2014年7月份统计，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，
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。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，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，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，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，爱惜生命，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，消弭暴戾之气，促进社会祥和。慈悲置业花莲中心新逢端午节祭祖，起建消灾超荐法会，恭送大佛顶首楞严经暨佛前大供，点灯供水药供甘露施食，恭请常住法师主法领众，日期6月4、5两日，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花莲中心，花莲市建国路160号，电话03831-1673，03831-1673，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。聚花月贤节千佛殊胜功德日，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线上礼拜药师宝忏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6月9日星期四，时间9点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敬邀菩萨线上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Yeah.
的索。实际上这个法会早就开始了，乃至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说，释迦佛陀在广严城讲这个法的时候，这个娑婆世界的药师法会就已经开始了。陈文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，那你看在他生命中如果发生了这一桩事件，这犹如在他的轮回的生命当中，哎呀，遇到了点睛记一样了。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不施报答，跟我们没有无缘无故的我们就施以加害，所以他们恨我们哪怕害我们他们是有理由的。那我们学了药师法门，我们以药师佛的功德力，所以他们的这个恨也渐渐就恨不起来了。Deyata Om Nekhanze Nekhanze Mahabekhanze Raza Samokkade Soha De三天法会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，坛城也竖起来了。今天从法会的一开始，琉璃光彩虹就一直到现在，我想我们与会的每一位啊，在这么庄严肃穆当中